最近的一次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一场比赛，就是在连续遭受两次重击读秒的情况下啊，三次翻盘，对 TKO 对手获得胜利。那场比赛真是看得我们有心惊胆战。西马尼在今年有没有传奇这个65公斤级的这个晋级赛当中能否？继续拿到这条金腰带，现在看来是困难重重，因为在这一个级别当中，今年峨眉传奇来了更多的高手。而且谈及安妮瓦尔，西马尼一直说都是在关注着安妮瓦尔，虽然安妮瓦尔的拳很厉害，但是他作为一名老将，他非常知道如何破解安妮瓦尔的拳法。而且西马尼上一次的翻盘，就是在连续遭受对手拳法打击的重击的情况下翻盘。是，看来我们这些选手都向着这个至尊的荣誉发起全力的冲击。是，不知道谁最后能成为决赛当中争夺金腰带的那两位选手。西马尼整个比赛场上看得还比较清楚啊，每一次打击包括反击啊，都很清晰及时，打击的位置呢也是对手的格外的很少去。向对手防守，立即的就是手臂啊发起进攻。面前展示啊，是一个满身金腰带的一个选手。好，我们的裁判进行读秒。文森特在一个身体发软的一个晃动，保持住身体平衡之后啊，后撤了两步，还是出现了这个大脑应急上的一些反应啊。是的，西马尼并不想给这个文森特机会。对，在对手完全没有缓还没有完全缓过神的时候，给对手一记重击，抱手击倒，然后再一次第二次读秒，对手很难再。